下肯定不可能每一张网都拉起来，只有靠机器人探到海里面去破掉及时补起来。现在一筐鱼都是大几百万，所以说一下子跑掉也会跑很多。年度的看这个鱼排，一整年度的鱼排里面，现在都够一年多半年出去外面手机里面也看得到了。依托 5G 高速网络，正在进行台风生产模式的改造。台风来临时，在陆地实现对海上生产设施的远程监测与操控，有力地促进海上油田的安全稳定生产。在船体上面呢，可以搭载我们常规的水质监测仪和一些这个营养盐，包括这个气象的一些观测传感器。有了 5G 以后，我们在沿海区域可以覆盖到50海里左右。那么通过了这种信号的这个传输，我们可以直接将观测的信息进行回传。